开开心。那时候是我的生日，然后很多人给我的礼物，快点买这个。我不小心把它弄坏，妈妈帮我修理好了。那里面可以有东西，戒指很多啊。还有这个贝贝，就超可爱，这个很可爱。那这个贝，这个贝就是刚刚那个。跟他一样的人，看他的字旁，还有说明书，拿给我看。还有这个，要不要看我打开的礼物？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哇塞！放回去一下，等我，等一点时间给我一下。我不会装，但是我会装啊。会长，你们拍手给我们啊！太好笑了，这个句话，你们想拍手？是啊，超聪明的，没有啊，明天我要考试，还有短头发，看到吗？聪明。这个看到吗？短头发，还有两个粘指甲，Stippy 姑姑，这个很好笑。还有，等等，还有这个超美大化妆品呢，还有一支铅笔。好爽啊！来，要不要看我的